应该是一个热爱旅游的人啊，第二是热爱中国文化的人，第三呢了解我们杭州以后是喜欢杭州的人，第四呢是愿意有热情啊为杭州的旅游文化传播做努力做贡献的人。当代马可波罗杭州博士全球招募活动将持续一年的时间，主要面向的是海外的旅行爱好者。竞聘者通过 Facebook、Twitter、Pinterest、YouTube 四大海外新媒体社交平台，在完成当代马可波罗杭州博士网络培训、装备秀和我的中国名字、我的杭州菜谱、我的杭州服饰、我的杭州爱情故事四个网络体验活动，就有资格角逐获得年薪40,000欧元的聘用合同。当选的当代马可波罗将免费前往杭州进行为期15天的中国文化之旅，亲身体验茶、丝、中医、武术等的杭州内涵，担任宣传杭州的杭州博士以及旅游顾问，向全球的网友分享杭州的最美体验。有时候我们去那个西湖那边，还有公园，还有我们录他们这里人唱那个中国传统的音乐，还有我们放在网上，我们有自己的网站，还有我们用英文给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，尤其是那个中国那个传统音乐，还有民族音乐这样的。杭州台记者报道。